知道青春会什么样的朋友呢？好朋友。我不是你女朋友吗？女性的朋友了。哼，讲话拖泥带水的，真不干脆。你就不能说是女朋友啊？我偏要说你是我的男朋友。佳慧，来宾范佳慧小姐，请您回到您的房间，陈先生在找您。真是讨厌，跑到这来打知名度。你快去吧，我要回去交代一下，马上就要回台北了。好吧，那就台北见了。走了。你太不像话了。干嘛？你又吃错药了。为什么要跟那个男的在一起？我还跟谁在一起？管得着吗？我为什么管不着？你把我当成什么？你以为你是什么？我是你男朋友。对，你只是我男朋友。如果你是我丈夫的话，我早就跟你离婚，拒绝往来了。什么？佳慧，你说什么？你没想到我，你伤了我的自尊了。你这样大吼大叫的，我的自尊又在哪里呢？那是你自己找的。好，我认了。那这次要出来玩，可是你自己找的吧？啊，我早就说过要分手，可是到现在还扯不清，也是你自己找的吧？你可不可以不要再来找我？过去才要找你，我早就说过了。再见。回台北，可以吗？你的朋友呢？被人家放鸽子，所以只有自谋生路了。可是我要去垦丁啊。那我跟你去垦丁。佳慧，你不要孩子气好不好？我没有孩子气呀，我跟你去垦丁做你的团员不是很好吗？可是我……好吧好吧，你既然不喜欢我妨碍你的公事，那……你随便找我到公车站牌放我下来总可以了吧？那当然可以，上车吧。哎，这我哪里进得去啊？那你先退出去，我把车倒出去啊。哦，
吵。前面要右转，我把你放在这个车站，你自己搭车回去好吧？好吧，可是你要先帮我拍几张照片才能走。好。哎，怎么了？你不用我的照相机啊？没有，哎。真的很棒哎，有模特儿的水准。真的，谢谢。哎，有人呢。怕什么？我们有伞呢。你真大方，我未婚妻对我都没有像你这样。怎么又提他？存心刺激我是不是？担心我去告密。你去告密？你呀，不要变成被告就不错了，你还去告谁啊？啊，真的？哎呀，你这是随口乱说的嘛！糊涂大侦探，走吧。急什么嘛？马上就把你还给他了。佳慧，你也回来了。妈，我好累，先上去睡一下。佳慧，人家已经来了好一会儿了，跟我说了半天，我也弄不清楚，又闹别扭了。鬼才跟他闹别扭。佳慧，我有话要跟你说。佳慧，我有话要跟你说。我不要听。谁让你来的？你怎么每次都这个样子呢？打完了哄上了发过了脾气再过来道歉，这算什么吧你？你还好意思到我们家来啊？啊，这么大的个子你害不害臊啊你？还好意思说你有自尊心呢？狗屎！你尽管骂好了，我绝对不会生气的，因为我已经把事情弄清楚了。我不懂你在说什么，也不想听你啰嗦。也许事情我比你还清楚。我告诉你，那个姓温的导游，他已经订婚很久了，他的未婚妻好得不得了，他们随时都可能结婚，所以他不会对你怎么样。我今天上午对你们误会了，所以我赶来向你道歉。我也知道你对他不会发生兴趣，就算是发生兴趣也没用，对不对？你在背地里打听人家的隐私，你不觉得很卑鄙吗？
陈坤忠，我讨厌你，我再也不要看你这种人了。佳慧，佳慧。佳慧，你开个门好不好？是我不好，让你生气了。你要打要骂都可以，我让你出气好不好？表示我的歉意嘛。佳慧，你就饶我这一次好不好？好了，陈先生，一个大男人家不要说这些个没出息的话嘛。下去吧。伯母，我求求您，帮我劝劝他吧。佳慧的脾气不好，我会劝他的。可是你现在耗到这儿也不是个办法呀，你就是把门劈开了也没有用啊。我看还是等他情绪好一点你再来。伯母。好，陈先生，不要再说了。我觉得你们这样吵吵闹闹总不是回事，你不妨回去好好的想一想。要好下去该怎么办？就是不来往了也好聚好散了，别动不动就弄得脸红脖子粗的，这样是不正常的。别说你们自己受不了，就连我也看不惯。所以你先回去，等你想通了，等他情绪好了再说，行吗？伯母，您是知道的，自从我跟佳慧来往以后，我再也没有交过别的女朋友。你们这笔糊涂账呢，我也不想听了，将来你们自己去算吧。好，那我就先回去了。伯母，您帮我劝劝他。好，我知道。佳慧啊，开门嘛。他已经走了。来接人了。郭先生，你来接人了。快说，最近怎么样？我还不是老样子。文大哥，你总算来了，我们大姐都快急死了。小琼，那也太不够意思了，你为什么不帮我安慰你大姐呢？安慰呀、啊，除了你之外，有谁能安慰我大姐呢？啊！好了，赶快进去吧，老长官都已经等不及了。走。小琼啊，你不要忘了今晚一块吃饭呢，今晚吃饭呢可有你表现的了。来，我给你倒满啊！老伯，我知道，你等会儿开车，我知道，最后一位来。快叔，一起来吧。敬我？不成，我不喝这种酒。老快啊，这么好的酒不喝，你喝什么酒？哎呀，我要喝喜酒啊！哎，老掌柜，您就下个命令，让温先生跟大小姐办喜事吧。小伙子，你可是前世修来的，我们大小姐，哎。人呢？大姐跟妈在厨房忙着呢。你看看有多勤快，
都快要回台北了，还在忙呢。哎，二小姐，可不是我多话呀，可你呀。啊，我知道，我该跟姐姐学学，对不对啊？快说啊，你累不累？来嘛，多吃点菜啊。好啊。来来来，让开点，让开点，汤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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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小璇呢？他都来吃饭呢。好，他还有一个菜炒好就过来。你们别管他，你们先吃你们的吧。二刚啊，别客气哦，尽量吃，把这儿当成自己家一样。来，我筷子都没停过，怎么会客气了？伯母，你烧的鱼啊，比管生烧的还好吃。真的？嗯，你看这条鱼的四分之三都给他吃掉了。我看他吃鱼啊，哼，把姐姐都给吃忘了。哎，什么意思？再来了啊！来来来，嘿，小伙子。你尝尝这个白菜，这是我们农场自己种的，在外边你想吃都吃不到。好，好，啊，好，好什么？好看了啊！你就慢慢吃吧，又没有人催你。他现在是啊，归心似箭，恨不得呢立刻吃完之后好陪姐姐回台北。你放心，姐姐啊会帮你控制时间的。小陈，讨厌！我们大家一起干一杯！来，我们身体健康！来，好的，好的，啊啊啊！好，等金秘书明天一回来，我请他主动跟您联系。好好，对不起啊，对呀，他比我这个总经理啊还进入状况呢。嗯嗯，好好好，好，对不起啊，好，再见再见。哎，喂，国峰。对不起，我不是季秘书，他休假还没回来呢。啊，我姓汪。哎，是是是是。我想他是应该明天会回来。好的好的，好，再见啊，对不起对不起。哎，美兰，嗯，你要再不下班，我们这个午饭可就吃不成了。哎呀，可是你看看这一桌子的事情。你可以吃过午饭之后再回来整，何况季璇明天就回来了。要不了半天，包准你是有条不紊，头头是道。现在没有季璇帮我忙，真是不行。我这个总经理啊，全靠他了。太太，没你帮着我，我也不行啊。你这个总经理全靠他，我这个董事长可全靠你哦。你还笑呢？我看啊，有天季璇要是结了婚，我看你怎么办？要你好看。嗯，太太。你弄错了，不是要我好看，是要你好看。走。小雪，这件衣服你还没穿几次，你怎么又……妈，它太花了，我不敢穿。还是给小琼吧，她人活泼，很适合穿的。哎，姐，你看这套我也很适合耶。嗯。那你就留着穿吧。嗯，小琼啊，嗯，真的，你是个衣架子，就是披个树皮都比别人好看。真的？嗯。可是啊，妈就舍不得帮我买衣服，我所有的衣服加起来啊，还没有你丢在家里的零头多呢。所以喽，就只有靠好心的人士捐赠喽。再说，小雪，其实你在台北上班呢，有的时候难免有些应酬，所以这些衣服啊，你也别都给你妹妹了。妈，我有啊。其实我根本不喜欢什么应酬的，无聊死了。可是你在外面上班也不能太呆板啊。妈，姐姐啊不是呆板，是古板，你别忘了，她是学历史系的，整天是古圣先贤，当然正儿八经的喽。那是念书的时候。小琼啊，你要是也能有你姐姐一半就好了。你姐姐由小到大是个好孩子，在练书的时候呢是个好学生，当了秘书呢也是个好秘书，才休假几天老板就慌了手脚，这未婚夫沃尔刚呢还特地开着车带着花来接她，这当然啦，这结了婚之后是一定是个好太太，对不对嘛？哎，对对，你个头啊，个死丫头，背得比我还溜，猪听了八百遍也都背熟了嘛。老伴儿啊，话说完了没有啊？季璇在家的这两天你没话说，人家刚要走，话说个没完了。好了好了，季璇马上就好了。这个老太婆，你看，其实还早嘛，不急嘛。好了好了，我们这不是来了吗？
那我们走了，伯父伯母再见。早点办喜事哦，啊！谢谢您的鼓励。爸妈，我们走了，再见。再见。姐，我两个再见。再见。哎，哎呀，对不起啊。再见再见。好，走好啊。伯母再见了啊。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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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到后面休息一下。作用。二哥，你说什么？没什么。我是说，空有如花美眷，辜负似水流年。哎，热啊！哎，小雪。嗯。这样好不好？今天晚上我们到溪头去住一宿，明天一早赶回台北，一定赶得上上班。不可以。我绝对不会有越轨的行为，你要保证。还是不可以。有点人性好不好？这种人性啊，我没有。一定回去啊？对啊，无论多晚都没有关系啊。那你跟我走好不好？好啊，走吧。到底安排什么样的节目？没有啦，我只是有一桩心愿要聊。哦。
心愿。这里吗？对，这是哪里啊？三爱医院，就是以前的未婚妈妈之家。老刚，我有位同学在这里要待产，她好可怜。啊。老刚，你在车上等我一下，我怕你进去不方便。好，请。谢谢你，老刚。飞机啊，西头没去成，跑到未婚妈妈之家来了。哎，我现在谁都不怪，只恨我自己当初为什么没有听我妈妈的话，一步子走错，一辈子就毁了。那他呢？他是什么态度？先是要我把他拿掉，我不肯，他就再也不来找我了。以前还骗我说要结婚，他这个人真的是太不负责任。我现在再也不敢相信男人，他们都是骗子。傻姑，这也不能一概而论，毕竟你现在情况是不一样的。那你呢？不是已经订婚了吗？我们现在都在拼命的工作，等到有了自己的房子以后，就可以请你们喝喜酒了。我真羡慕你们，我太对不起我妈妈，以后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。你赶回来了吧？不会，汪总说让我先回家休息，等明天早上再去上班。对呀，这才像话嘛。哎，季璇，有没有人说过你像个小老古板？有啊。快告诉我，谁？就是你呀。啊？哎，你不是每一次都说我赶不上潮流吗？对呀，好像每次流行的玩意儿你都没兴趣，真不知道你喜欢什么。哎，你大概是啊没有任何嗜好。哎，谁说的？我只是比较喜欢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罢了。我是说玩儿。对呀，比如说听音乐、看画展、观光旅行，
看球赛、读小说，这些都不是很好玩的吗？你说了这么多，除了看球以外，没有一样是够刺激的。是啊，有一些事情只是一时的刺激，可是有一些事情却能为人生带来永恒的启示。你真固执。其实我只是不想违背自己的本性，守住一点做人的原则。尔刚，你不生我的气吧？那倒没有，我只是觉得你一点都不懂得享受人生，未免太可惜了。其实我倒觉得自己活得蛮快乐的。唉，真没办法。怎么了？我一直想把你带进我的快乐生活圈，可是你却一直在你的生活圈子里面找快乐，我们一直啊都碰不上头。是我错了吗？哎，季璇，你看，能够让我们共同快乐的东西来了，炸鸡。小姐，给我来一杯酒。你想喝什么？来瓶啤就好了，我们当饮料。好的，先生，马上来。比方说，你们要一个人回家，在晚上，而且是在很黑很黑的巷子里面，突然，你们就发现后面有一个无聊男子在跟踪你们，不断地向你们吹口哨哦，越跟越近，越跟越近，你们快他就快，你们慢他就慢，然后啊，他就突然向你伸出他的手，你要吓死我！你叫什么叫？叫有什么用啊？他就是看到没有别人，所以才敢欺负你啊！你这一叫，不就代表你害怕？那他不就更神啦？那要不然怎么办？怎么办？用柔道啊！他不这样子把手伸过来吗？好，你就这么一抓，这样一抱，这样呀！休息啊，大家休息啊！会了没？来来，起来，你来摔我，你试一遍。现在你是女生，我是男生啊，你走前面啊，好了哈。我是你的，走。呀！你叫什么叫啊？我，你抓我，我。你不用柔道去制服他、啊。我被你吓忘了。这个有意思啊。你练这么久是怎么练的？你会把我教你的动作要领把我摔倒啊？哦。来来来，再来一遍。现在我是女的，你是男的哦。好，会了。好，开始喽。换老板。你学会没啊？你是师傅，你那么高干，我哪那么快就学得会啊？好好，那休息一下再来。范老板，葛小姐，教得真棒啊！教得真棒，那你为什么还不来报名呢？我现在在做准备动作嘛，我每天都在晨跑，等我跑得有体力了，我就来报名了。哦，是这样啊。哎，万老板，你能不能帮个忙？帮忙？可以，帮什么忙？帮我客串一下，来，进来。客串什么？哎，你刚才不是都看到了吗？客串那个无聊男子啊。我是无聊男子。哎，客串嘛，又不是真的。对，他走前面，你走后面，跟着跟着就要动手动脚，看看他是什么反应。啊，那不，他不是用柔道摔我了？怕什么？地上是榻榻米，摔了又不会痛的。不行啊，他是男的耶。废话，无聊男子当然是男的，否则还有女的对你动手动脚啊？说快点，快点，开始吧，快点啊，快点啊！哎哎哎，
无聊男子我不会了。哎，你不是会吹口哨吗？你就吹啊，越无聊越好。挪脚，哎呦，哎，走了走了，哎，就这样这样。快点快点走，哎，就这样，快点了。这样子破坏我形象了。哎呀，只是客串一下嘛。我看你卖表的时候挺有表演天才的。哎，如果你演得好的话，我等一下请你到我家吃牛肉面。真的？真的，我不会骗你了。哎，快点快点啊。哎呀，走了，快点，快点啦。哎，对对对，走啦。哎哎。你怎么打客串呢？哎，你哼，无聊。哎，他就是演那种无聊的人，你要用柔道摔他。哎，你怎么可以打他耳光呢？就是啊。啊，对不起对不起，我忘了。要不然我们重来好了。啊，还要重来？当然了，事情要有始有终。来来来，再来一次，再来一次啊。哎，再来一遍啊。哦，快点啊。走啊。哎呀，根本就不是那么一回事嘛。哎，对付无聊男子每个人方法不一样嘛。我们是在练柔道。哎，来，你坐在这里看我来一遍。哎，关老板，我跟你再来一次。好啊，这回啊我在前面，你尽管动手好了。来，开始。哎，来啊。天下没有白吃的牛肉面呢。385块，再加80块，一包香烟22块，一共是527块，先生。哎，蛮便宜的嘛。哎，谢谢。不用谢了啊，记账，走。这位先生，我们是小本生意，从来不欠账的。那就从现在开始欠吧。啊，你不把眼睛睁亮一点，看看我是谁啊？啊，这点小钱算个屁啊！屁屁也不能让白吃，给钱。哟，你这个老小子火气倒不小啊！老子要不是看你们快死来了，我早就把这个店给砸了。你看，你砸试试看。你砸。算了算了，正范，别惹他们了。这人有王法的哦，白吃白喝不给钱，耍流氓啊！算了算了，要砸，冲上砸！对不起，算了。师傅，你们干什么？站！你给我三百钱是。住手！你住手！住手！不要打！住是啊，这小流氓把我气死了。他们吃东西啊不给钱，还砸我们的店，幸亏啊永昌来解了围。徐大哥，徐大哥，我一个人也不成啊，幸亏你回来了。哎，徐大哥，
你有没有受伤啊？你们怎么样？没事没事，我先回家了。他们要敢再来的话，就叫我一声。哎，真是不巧。徐大哥，你先吃点东西再回去嘛。对，我先把面给你吃。谢谢大妈，家里面等着我开饭了。我先回去了，没有关系嘛，不用客气啊，谢谢大哥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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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喂，老板，怎么好意思让你动手啊？没关系了，人生啊，就是以服务为目的嘛。嗯，小心玻璃啊。小表叔啊，可是花了一番心血写了这封信给葛明秀，可是我不知道这封信啊合不合适，这样好吧，你帮帮忙看一看，帮我参考参考。这种信别人怎么帮你做参考呢？你只要照着自己的意思写就可以了嘛。我是实话实说了，可是不知道他看了会不会不高兴。那你有没有乱写一些让人家看了不高兴的话呢？没有，我哪敢胡说八道啊，我只是写说我很崇拜他，很欣赏他，想跟他做个知己的朋友这样。那很好，我想他应该不会不高兴的。真的？那你看他会不会跟我做朋友？这个就难说了。不过根据我的了解，他现在倒是没有男朋友，你就要加点油，还是有希望会成功的。那我就赶快把信寄出去，用限时专送寄最快的。何必用寄的呢？你交给我，我拿给收发室，等会儿他就拿到了。哎，对哦。谢谢。哎，奇怪，怎么没有邮票啊？我看啊，他大概是怕邮差漏掉了，亲自送来，要不然就是没有钱买不起邮票。哎，你还真聪明哎，亏你还想得出来。哎，你怎么知道？我很懂得推理啊。哎，阿秀，黑车子，总经理来了。总经理来了又有什么了不起？他今天是来视察工厂的。哎，阿秀，你看这车子亮晶晶的，这么大一部，嚯，好神气哦！我什么时候才能弄一部这种车子来坐呢？我就知道是他啊。谁？还会有谁？你认识我也认识的人呢？啊，看一下。哦，就是那个神经兮兮的推销员万家喜啊。总经理好。好好，王总，这位是葛明秀，这位是简校。葛明秀是我们厂里面柔道第一高手，听说啊，连男人都打不过他呢。那我们厂里真是藏龙卧虎了。哪里，金秘书夸奖了。哎，报告总经，我是第二的。哦，那你是比他差一点了。哎哎，对对对，就差那么一点点而已，男人我都打不过，女人都打不过我。哎，你跟人比过啊？你真差劲哎！练柔道是为了防身，谁叫你去打架？防身还不是要打架？你打得过才算防身呢。可是也不能太凶啊，要把男朋友打跑了，那可划不来哦。不会啦，像葛明秀这么厉害的，还不是照样有一大堆男生不怕死都来追他耶？你在胡说些什么啊？本来就是嘛。没关系。我是绝对赞成，我们厂里的同事个个都有很美满的感情生活，因为只有感情上有了寄托，这工作才会带劲啊。你看我们金秘书，就是因为有一个很好的未婚夫，所以他工作起来情绪好得很，连我这个总经理的事都帮我办了一大半，所以你们想想看，这爱情的力量大不大？我们汪总的意思就是我们工作不忘恋爱，恋爱不忘工作。起来谈恋爱嘛。好，只要大家努力工作，我们公司可以每年举办一次集团结婚呢。董事长是证婚人，我是介绍人，然后所有的费用由公司来负担呢。哇，哎，那太好了嘛。哎，那第一个结婚的该是我们金秘书咯。为什么那么不公平啊？哎，
什么公平不公平？人家季秘书有未婚夫，你有吗？我什么都没有，我只有一脸的雀斑。小女孩啊，有雀斑才可爱啊。喂，啊，你稍等，文先，哎，你那个女朋友的电话啊？哦，谢谢。不客气。喂，温尔刚你好。好什么好啊？回到台北来也不打个电话给我。我当然会打，可是实在太忙了嘛。那。午饭时间是已经过了，晚饭怎么样啊？晚饭，晚上我有应酬。那应酬以后呢？应酬之后，哎，到时候我再打电话给你，好不好？好吧，反正我总是有办法找到你的。拜拜。谢谢。哎，董事长好。哎，你忙你忙。哎，你看，只要季璇一坐那儿，你连办公室都不想回来了，一点也不担心。一餐午饭吃了这么久。你还好意思说我呀、啊？还不都是你们喝酒喝的吗？嗯，中午喝，晚上也喝。刚刚要不是我催你们，到现在还没结束呢。季璇，有没有重要的事？啊，这是紧急公文，麻烦您签一下。啊，季璇，告诉你个经验，这个男人呢、啊，就是不能喝酒。这一喝了酒啊，你看看，话来的个多，嗓门也来的个大，烦都烦死了。好像连受教育的程度都打了七折八扣，什么话都说得出口。哎，太太，我可不是爱说话的人呢、哦。不信你问季秘书，平时啊，哎呀，那是平时、啊，这一喝了酒就变战时了。你现在嗓门也不小啊，怎么想跟我开战呢、啊？好了啦，你可以回你办公室休息了吧，免得等会又说哪不舒服，怀疑自己有什么病。我有什么病啊？除了血压高一点以外，就只有妻管严了，是不是，季小姐？姚董，啊，王总是关心您的健康。唉，可惜啊，我只有妻管严，没有支妻管严。哎呀，好了，你真是越说越不像话了。你也不怕人家季璇笑话你？玩笑，玩笑。你们忙，我去歇会儿啊。啊。哎呀，他真是越老越啰嗦。董事长好风趣啊，他就是喜欢开玩笑，天大的事到他那儿都变成嘻嘻哈哈的，有时候想吵架都吵不起来，真是气死我了。这样的脾气好啊，王总，我见您跟姚董真的是一对模范夫妻，好叫人家羡慕。那你就赶快结婚啦、啊。那我看你那位温尔刚也很不错，长得斯斯文文的，蛮讨人喜欢的。真的。嗯，不过像他这种男人呢、啊，还有女人缘，你可要当心啊，别让别人给他抢跑了。不会了，谁要他？那可说不定哦。啊，他有没有前科？您是说，他跟你认识以后，有没有再跟别的女人来往？没有哎。那你们是天天在一起的？也没有啊，可是我们经常碰面，除了他旅行社出差以外，嗯，还有他这份工作也是个麻烦，大部分的人在旅行的时候啊，心情都会比较浮动，所以一弄不好就会有个什么艳遇什么的。
可是从来没有听他说有什么艳遇。哎呀，我的季小姐，即便他有这种事情，他也不会告诉你啊。如果换个你有这种事情，你会告诉他吗？我是打死也不敢。我想尔刚大概也不会耶。那就好，他能让你有这样的信心就已经是很不容易了。真是希望能够早点吃到你们的喜酒，看你们也变成为模范夫妇。谢谢汪总。汪总，那我去忙了。去吧。还有他这份工作也是个麻烦，大部分的人在旅行的时候啊，心情都会比较浮动，所以一弄不好就会有个什么艳遇什么的。